老维恩，还跟我在这玩维恩？呀，没有 A 出来，多兰顿，行。这个英雄啊，确实挺让人难受的。耶，这怎么 A 着我的呀？我靠，这也能 A 着我，我是没想到的啊。这不对劲，大家就当刚才啥也没发生，好吧，咱就当刚出来对线。这不应该 A 着我的呀，这怎么会 A 出来了呢？我你正好闪现，哎呀，我的个妈呀！这波算了，别拼了。兵太多了，我拼不了，拉倒吧。我本来很想这一波把他杀了，但算了，下波再说了。饶他一命，老维恩。兵线很差耶，我们第一件装备可血战斧，把药卖了。我其实也有点不太适应这个买东西，挺费劲的，这东西买的。直接就可血，可血，总体不错，总体不错。对于对抗这些其他的都没有用，我跟你们说，也有点用的，可能也就这三项了。五级，我不知道他要不要升六啊，我差一个兵升五，等这个小兵快死了的时候我们可以上一手。不好意思，你死了。这要给我原来呀，我指定不套的点烟。但是这一波肯定是不行，还是得套一手点烟。狂妄一波。他指定得追我们啊，让他追来。血钻，
先来一个铁刺鞭，再来一双皮鞋。我说实话，他这改的吧，这改的也还行，就是买东西的时候比较费劲。买东西的时候左边别整这些皮鞋，还有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。为啥不出三项？三项神话装备不那啥呀？那个不加冷却缩减呀？铁刺鞭干他一手。这是挺顺畅啊，兄弟呀，挺流畅啊，释放技能释放的挺流畅啊。已经死了，他闪已经没有用了，我的一出手那他就是必死，他只要这波不闪现躲开我一技能的距离，那么对不起，我出手了。吃他塔皮，还行啊，你打得过我吗，兄弟？呀，这电刑可是挺恶心呐！我操，还能电刑的吗？可恶！妈的，三个平 A 把我杀了。三个平 A 电刑，确实是行啊。他是不是打这个去了？没事，我们这波杀的唯一又血赚。又是一波血赚，亏死他。你以为扛着这么多兵我就打不过你了？嗯，再吃他一层塔皮，我们咳血战斧了。嗯，干嘛呀呢？在这等他一下啊。这波转起来的时候最好那个 W 技能放得快一点啊，这样他推能推到甲猴。啊，这还回家，兄弟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你这不又亏了吗？这里头是没有眼的啊。等他没回家，我不知道他干嘛的了。好，他想过来撒眼。我就纳了个闷了，这是怎么推到我的呢？他没有丢失目标吗？哎，为什么他没有丢失目标，他却遇得到我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
这把对面 AD 比较多，我先把那个死亡之舞出了。不是，这明显，我 W 的瞬间他一出手了，他一定是丢失目标，意不着人。他不是说他能意得着我，你知道吧？要么就是在塔下有视野了，要不然他一出手，他指定是丢目标，他不可能意得出来。星石我知道，星石，星石不就是打人加个盾那个吗？然后说是能无脑消耗的那种的，谁跟他消耗啊？妈上去我就给他打死，我还跟他消耗？这可血战斧的这个攻击力是真高，我192攻击力，你看看这纵观全场，没几个人攻击力能干得过我们的。13分钟，虚区是真高啊！还好我这是第一座塔，哎呦我的天！我需要这个可血战斧的推线，你知道吧？好闪！巫妖老头，干嘛？精神病是吧？咳血战斧，还追？这咋的呀？别别别！哎，我这咋了？没人，我们回家了。来个死亡之舞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你的攻击在暴击时会使你基础技能缩短20%，这不西兰刀吗？这把明显这是要个板甲鞋呀，铁板鞋，铁板鞋。这把是铁板鞋，这把对面 AD 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出个这个玩了啊。他现在只减物理伤害，不是减所有伤害，所以有 AP 出着玩呢，其实没啥用。枪毙 ，A 出板。这啥玩意儿呢？把红打了吧，不是把红打了，把龙打了。好，我们不着急打，往出拉来，往左边拉，他看不见啊。我们直接不打了，这龙就在这等，等他过来。喜欢抢龙是吧？来。我们放个假猴搁那打，我不打了，我等你过来。点我，
哇，这女警装备这么好！哎，我杀十个人才这么点装备，他杀5个人这么多装备了都。这两个玩意儿那8000多块啊！啊，也没有8000多块吧，6000来块。他是给谁下当了吧？啊，给蓝枪下当了，可能是。这蓝枪有点猛啊，有点狠啊，有点狠，有点狠。来一颗啊，转起来，咳血战斧，接个，全死了。这死的有点快啊，咳血战斧。走了，上路收兵去。哎，这维恩还海妖杀手，这女警海妖杀手加夺萃之镰，狠呐、啊！现在这英雄联盟啊，就跟这谈恋爱一样啊，就是你新找了个女朋友，你得适应适应。你得适应他的习惯，你得知道他喜欢什么。这图标全改了，那重新适应吧。这玩意儿有点贵呀，咋这么贵呢？这都，哎呀，挺贵呀，3300。下一件装备，九头蛇吧，来个九头蛇。那为啥不去玩手游呢？你乐意玩就玩呗，没人不让你玩啊。这个蓝咱就不要了啊，这个蓝如果咱要的话，可能就会不讲武德。小伙子，你不讲武德。我跟这打这么长时间，你把我车说收就收了啊？这也不掉血呀，兄弟！操他妈的，后边来了个维恩，是真恶心。不过我们已经无敌了，我20分钟3箭头。这蓝枪挺厉害的，这蓝枪15级，是个小带，是个小带。猴子应该出刺客装备，啊，其实不厉害。你要想按刺客那样玩，他玩不了，你知道吧？他的伤害不够。那一技能伤害要是物理伤害可以玩，那魔法伤害怎么玩啊？
这什么呀？死的惨烈呀！这真惨呐、啊！我要写个惨字。打个大龙吧。就是有点慢啊、哦，蓝可能会不够用。但也还行，其实这速度你看吗，给我来个人，来来一个就行，不用来多。你大爷的，这个老头子。我打半天，这个逼点了一个那个扫描，哎呦，气死我了！你们这波要想打我，说实话，这真的是有点不太好打。阿卡丽上了，那我也上吧，那上吧，好定，还挺能跑啊。出的什么玩意儿？日炎嘛，嗯，日炎圣盾。你咋的呀？我这放你走，你为什么不走呢？聊闲是吧？淘气！哎，可血战斧，淘气，真淘气！下一件装备黑切，把这卖了吧，来个燃烧宝石。这装备出的是真快呀。哎，这下路咋没了呢？啥时候的事儿啊？不知不觉下路没了。85的技能级数相当于46的冷却，比以前高了。这威音还上不上来了？快点，别整那些没有用的。你要起飞呀？哎呦我操，这老头子是真讨人厌啊。这老头子确实是有点烦人。我个人感觉这个维恩 E 技能其实有点快，一人 E 的有点快。当然他也有可能就是见着人就放 E， 这也很正常。你感觉维恩那么幼啊？因为我 Q 没打着他，我那不打小兵了吗？你要打找阿卡丽单挑啊？那我感觉你是想死了，这是。流畅啊！打大龙。
把大龙打了，小伙子你不讲武德啊！这咱得来个先来后到的，我跟你说，那蓝枪打红的时候我可没收，老头子，我把你活着给你揪了，不让你他妈的跑过来插眼放大海。 把龙打了吧！你们打，我就下了。这人有点多呀，拜拜。 这行啊，这给我整个蓝盾是吧？ 掉血吗，老妹儿？啊，掉血吗？掉点血吧，行不行？我上了，这卢仙行啊，偷塔了开始。哎呀，偷上了这。哎，我来，这可别死，等我来啊！ 天空塔，这卢仙可挺能偷啊！不过他们家这卢仙其实挺猛的，你发现没有？这卢仙呐，十七级，手倒是挺快。这直接拆呀，这有什么好怕的呢？和血战斧，拜拜。没事，我能回血。 让蓝枪收拾他，咱就不上了。可血战斧，拆了吧。下把我给大家试一试这个三项啊，说实话我还没涂过呢。 我就只除可血战斧，这可血战斧狠，还有那个这叫什么挺劲啊，神圣分离者和挺劲破坏者，这我都整过，不太厉害这俩装备，都没这可血战斧厉害。今天必须得给我锥死他，今天他不死我死，行不行？啊，今天他不死我死，这回我他妈呀你跑！ 可血战斧，回家了。最后一件装备，正常我们是得出春哥的，啊，不过我们可以出点别的装备。哎，其实也没啥装备，这都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东西，其实可以出个这玩意儿呢，收集者。 这个是暴击减技能，飓风不能出，就出个这玩意儿了吧。正常是出春哥的，来个小药。这种出装的猴其实挺肉的，我感觉。血条也还可以。 2600来滴血，如果对面 AP 多，可能得换件影魔刀。
哎呦我去！给拿五杀吧！别推了，别推了，别推了，别推了！像没赢过似的，五杀都不拿！哎呦我操！我这把不赢，我也得五杀！什么伤害？这蓝枪是个小带，什么伤害呢？